这里的鸡血狗巴很多 cheese 啊。哇，好烫！哎，你知道吗？在哥蹦很红，天天爆满的金华冰厅开第三家分店了，就在苏邦的 SSB Ding Courtyard。来来，跟我来。这个地方很容易找，就在大门的旁边，而且交通很方便，附近有 MRT， 楼下有 car park， 走没事好聊。这里的食物出名，选择多，有点心，有小吃，鸡西果饭，有那些了吗？有面，有西餐，连儿童套餐都有，点一些来试一下。新鲜制作，新鲜出炉。这里烘焙小点心都是新鲜出炉的，不过现在时间有点晚了，都差不多要卖完了。来这里可以吃早餐，有泡炭、雪山包、火爆烧肉，还有点心。试一下招牌雪山包。原来里面是叉烧，料很足一下。刚刚一直闻到这个香味，试一下。这个真的很不错，很有网配。这是培根虾仁焗饭。这里的鸡血狗巴很多 cheese 啊。哇，好烫！里面不是白饭，是炒饭来的，难怪特别的香。这里的饭选择很多，有泰式炸鸡扒饭，这个很特别，猪肚汤饭、卤猪肉饭，每次来这里我都会点的。六号那是了嘛？有台湾香肠，有咖喱鸡，有午餐肉。这个是猪肉香肠，吃起来甜甜的。这里还有西餐，你看这个。招牌鸡扒大集会，超大份的，真的好巨大，真香。这个炸鸡应该是腌制过的，有种香料的香味，很好吃。日本咖喱炸猪扒、饺子浓汤拉面、猪扒豉油黄意粉，很少有地方可以喝到这个红豆冰沙，立刻降温，很凉爽。住在苏邦附近的朋友，赶快来这里吃好料。